在路边救下一只狗狗，当时完全没想过它是什么品种，满身都被皮肤病覆盖，病殃殃地趴在路边剩口气，食物拿到嘴边也没法吃。好心救下一流浪狗，谁知道它居然是个厉害的物种。雪花新闻出于好意，也不能直接判定狗狗是死亡的吧，赶紧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谁知道医生出来告诉我说这只狗是藏獒，刚留意到狗狗完全无法从它的身上看出一点藏獒的威风之势。好心救下一流浪狗，谁知道它居然是个厉害的物种。雪花新闻是什么土豪才养得起藏獒，又是什么土豪才会抛弃藏獒。狗狗眼睛里面充满失望，主人已经抛弃你了，你还在期待什么。狗狗很坚强，从气息奄奄到现在毛都全长。